我是佩奇，这是我的弟弟乔治，这是我的妈妈，这是我的爸爸，小猪佩奇，自动点唱机。佩奇乔治跟着猪奶奶和猪爷爷航海回来，全体上岸。遵命，船长。我觉得有点渴了，我们可以在俱乐部喝杯果汁吗？好啊，喝果汁吧。啊，这个俱乐部通风不太好，猪爷爷，没有什么好让佩奇和乔治玩的。放心，没事的，猪奶奶，我们只是喝果汁。俱乐部里面非常安静。请问可以给我们4杯果汁吗？谢谢。请问您有会员卡吗，先生？当然有了。好的，先生。这是公马先生和柯基女士。啊，你好啊，猪爷爷。很高兴见到你，老伙计。对不起。这些人都在这里做些什么呢，奶奶？不知道啊，佩奇。我想大多数人都在睡觉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是自动点唱机，它可以播放音乐。我喜欢听音乐。不过它看起来好像很久没有播放过音乐了。我们的4杯果汁来了。谢谢猪爷爷。哦，自动点唱机。是的，可是它不播放音乐了。投一枚硬币，说不定它就能够播放了。我们可不想打扰在这里的其他人。哦，猪爷爷，要是不想播放音乐，它就不会被放在这儿了。你说的也是，我们就选一首安静的歌曲吧。好啊，可以。给我硬币，谢谢。哦，好了，摇滚乐在哪里呢？找到了。Rock and roll。 这是摇滚乐。我们来跳舞。那是什么吵闹的噪音呢？真是太对不起了，公马先生。是的，你是该感到对不起，你应该要选择播放迪斯科音乐才对。你是说迪斯科音乐吗？我播放给你听。你有硬币吗？当然有了。谢谢。投入硬币，准备好进入迪斯科的世界吧。这是迪斯科音乐。真是太吵了，为什么不放点好听的音乐呢？那么你认为好听的音乐是什么呢？嘻哈乐。有没有人能给我一枚硬币？我爷爷他带了硬币。好吧，也给你一枚。这就是嘻哈乐了。我是不喜欢。这音乐棒极了。柯基女士像机器人一样跳舞。有人在这里办派对吗？这位是兔爷爷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请问你是会员吗？不是，我是跟他一起的。好久不见啊，兔爷爷。你好啊，我听到了音乐。我们发现了自动点唱机。有没有播放过我喜欢的音乐呀？请容许我问一下，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？当然是喜欢重金属音乐。我想你一定需要一枚硬币。谢了，老伙计。这就是重金属音乐。哈哈哈哈，这个才是唯一可以跟着跳舞的音乐。兔爷爷喜欢伴着自动点唱机跳舞，大家都喜欢伴着自动点唱机跳舞。 I woke up this morning, the sea was still there, and so was the sky, the sea, the sky, the sea, the sky.